佢年纪轻轻就喺美国赢得姚舌冠军。佢哋个个埋口都话，到时佢出点嗰阵时，一定会系破晒纪录。可惜结果系杜只碟真系出嗰阵时，完全唔系嗰回事。喺人生高低起跌嘅当中，佢发现只有一样嘢系靠得住嘅啫，就系神嘅爱同埋神嘅同在咯。著名艺人欧阳靖喺香港嘅故事，请留意嚟紧呢一辑国粤语双声道嘅恩语之声。